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做饭，做饭。二，三个小猫，三个小猫。三，读书，读书。四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五，在飞机上，在飞机上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太少了，多来点儿。太少了，多来点儿。七，你后面是什么东西？你后面是什么东西？八，女儿在家学习呢，女儿在家学习呢。九，他很喜欢小狗，他很喜欢小狗。
十。这个衣服多少钱？这个衣服多少钱？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妈，我去学校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十一，妈，我去学校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十二，这个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一个星期前。十二，这个电脑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一个星期前。十三，小高，你的电话。好的，谢谢。十三，小高，你的电话。好的，谢谢。十四，爸爸睡了吗？没有，他在看电视。十四，爸爸睡了吗？没有，他在看电视。十五，十点多了，你怎么回去？我坐出租车。十五，十点多了，你怎么回去？我坐出租车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
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。昨天天气很好，不冷。昨天天气怎么样？昨天天气很好，不冷。昨天天气怎么样？十七。我先生是医生，他在这儿工作八年了。谁是医生？我先生是医生，他在这儿工作八年了。谁是医生？十八。对不起，桌子上的东西是我的。他的东西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桌子上的东西是我的。他的东西在哪儿？十九。儿子爱吃苹果，多买几个。儿子爱吃什么？儿子爱吃苹果，多买几个。儿子爱吃什么？二十。明天下午四点，学校见。他们什么时候见？明天下午四点，学校见。他们什么时候见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